拥有135万就业人口数的高雄市，化工厂、钢铁厂等重工业集中，加上这几年重大建设，营造工地蓬勃发展，广大劳工的安全与公安的执行，从近两年重大职灾死亡人数连续下降，可以看出成效。从109，它算是一个比较高峰，49人，到110跟111都降到29，就几乎是减少20个家庭破碎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劳保职灾千人率也从110年的3.194降到111年的2.937，是大高雄合并后的新低。统计111年重大职灾死亡人数，营造业与制造业两大行业就占70%多，灾害类型依旧以坠落的比例最高。以凤山车站大楼新建工程为例，目前正在进行结构体工程，检查重点就放在主要危害类型坠落、倒塌及物体飞落的预防上。一些临时开口都有按照规定做护栏，钢构如果楼板还没完成，它有用安全网来做一些搭设，然后人员在主力钢构的过程中，有使用到钢管工作车或者在钢梁上面都有确实使用安全带，包括安全母锁。另外，施工教育结构体是否妥实连接，有无依照设计图按图施作，起重机吊挂作业相关机具人员是否具备合格证明，还有运转时有无防止吊挂物通过人员上方，避免人员靠近，也全都是检查重点。同样得指派人员管制，禁止劳工进入吊挂物下方的工作场域，还有属于运输业的高雄港货柜码头。我们都会要求事业单位啊，在吊举货柜的时候不可以经过人员的上方，而且人员也不能在吊举物的下方作业。码头上一车车的货柜忙着吊挂装卸，偌大的场域，工作人员行走于空地上显得格外渺小。在这个人车机共同作业的环境里，不只要防止吊举物坠落压伤人，更得预防忙于载货卸货的拖板车撞伤人。拖板车有拖板车行走的路线，行人有行人专用道，那如果这一部分的话有发现有模糊路线模糊的部分，我们会要求业者要马上改善。造船是国家重大建设之一，来到小港区的台船船体工厂，工厂作业主要是钢板的吊装与焊接，劳检人员对吊挂作业前的检点表、漏电断路器的装设以及氧气乙烯切割作业管线是否有泄漏都一一清查。在铁件的制造过程一定是会动用到切割、电焊跟组装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会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作业对事业单位做一个稽查，比如说它的电焊机有没有装置这个叫做自动电极防止装置，那吊挂的过程中人员是不是有接受教育训练。劳检处规划实施各项劳动监督检查及辅导作为，今年加强的部分包含高风险营造工地、石化工厂爆炸预防、局限空间特定作业以及智慧公安的推广。新达电厂的更新改建、大林石化专区的部分，还有未来的捷运工程，这个我们都会采联合稽查跟跨局处的合作，把坠落、吊挂作业、感电这些当作是我们未来检查的一个重点。一顶安全帽的帽贴可以清楚显示穿戴者的基本资料，扫描 QR code 更可辨识有无受过劳保教育训练。为了确实做好人员管制，透过晶片卡感应扫码以及监视系统人脸辨认，工地作业安全更有保障。要进入工地的时候，我们是利用3叉机的卡片管理、晶片式的管理，所有的劳工在完成受训跟投保的情况下，我们会核发一个工作的工作证，经过它 QR code 扫描进去可以进入工地。雇主的执法守法与劳动者本身的自觉，加上劳检单位的辅导稽查和智慧公安的推广，多管齐下，可以让劳工的作业环境更加安全有保障。